发财了，发财了！估计网友们刷到我的视频，可能都要发财了。这个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就像从天而降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我不是经常在户外拍了几期关于我国大江南北分布地区各种各样不起眼的植物还有野菜之类的视频吗？我万万都没想到，其中有一条视频，我昨天晚上刚发出去之后，一夜之间就火了，播放量达到了300万。既然有位日本美女粉丝看到我那条视频，在我评论区留言告诉我说，这种植物在我们的家乡各地方多不多？当时他就私信托我帮他寻找这种植物，以高价1800元一公斤寄给他。我二话不说，咬着牙一口就拒绝了。拒绝的原因有很多，毕竟家国情怀不忘初心，我怎么可能会为了一己私利帮他寻找这种植物？万万都没有想到，今天回到老家，发现奶奶她在这里一块荒废的土地。就发现了好几株，非常的茂盛。这种植物，我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并不陌生，应该是有印象了解过的，也属于我们农村一种不起眼的野菜。它也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但是不是抗寒的植物，只要它的头部没有腐烂掉，到来年呢会继续在这个位置生长。现在我们近景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就在这个位置生长了有好几朵，长得还是挺漂亮的哈。我们近景来看一下它的叶子与特征形状，像它的叶子看到没有，特别小朵，就像老鼠的耳朵一样，摸起来呢很光滑，油光花亮哈，就像女孩子涂了油指甲一样，特别的美丽。像这种植物啊，它现在就已经开花了，它的花朵呢就包在这个种子里面哈，还没有绽放开来。这种植物啊，它的根茎也是非常的发达，了解它的人常常都把它当成宝，不了解它的人呢就会把它当成杂草处理掉。其实它的学名呢是叫那个马齿苋，你们的家乡有没有其他方言叫法，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知识了解，欢迎在我评论区让广大的网友都能认识到这种植物。你们家乡这种植物多不多呢？如果多的话，可能真的要发财了。